that's good. 这个是纱窗网，然后呢，这是一个那个休息的平台，一旦把这些网子落下来以后，一个蚊子也都进不来，底下还有毛刷，确保蚊子彻底进不来。这样既能呼吸新鲜空气，还能够不受蚊子的这个干扰。